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，一发西媒普遍关注，德国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批判特朗普对华关税计划，特朗普贸易政策遭得多家媒体批评。图源 VCT 据7月7日报道，美国用日正式对价值3401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，中国也随即采取了同等的反制措施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TRUMP 上台之后的一系列贸易政策，德媒持批判态度。新苏黎世报发表了题为特朗普的保护性关税为什么一害无穷的评论，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提出强烈批评。